好，点个关注，哦，帮员工点个赞赞，妹妹啊。企业这个，反正企业你做的估计怎么动的，反正巴不得你。单身自由，单身肯定自由了。你看幸福哥啊，幸福哥自由10年了，我自由自在，开心。我现在单身狗是自由自在。你也是找朋友的哦。这个兄弟来找朋友，你到我直播间来。啊，一起来开直播啊！我们组个团，组个队啊，一起去找婆娘啊！单身狗，我这里有单身，有单身狗，有单身婆，有单身公，有单身婆，这个单身婆啊，这个我们是单身公啊，全部合在一起了。阿来，因为我跟敏哥，我们是左手摸右手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左手摸右手。啊，允哥相亲群啊，对。桃花是桃花，你也摸这个云哥下面的，你看知道不？啊，双你一块可以过来，来云哥跟云哥一起开直播，一起聊天啊，一起去找个婆娘，好不好？我就不敢摸幸福哥的手，我怕来电呢。我倒就是摸了来电了，云哥的。我们是从小长大的。啊，对对，刚才他说了嘛，就是他喜欢摸那个云哥下面的。没敢。没事，没。不会摸底下，摸干不干样的，真冷的。摸底下嘛，摸底下嘛。啊，你讲，摸不能讲。干样，对对对，但是他有钱的，他很有钱的，他有钱啊。这个兄弟有钱的啊，这个兄弟条件蛮好的，你看一来就是啊，又是墨镜又是礼花筒啊。啊，这个老兄弟的，我有半个配一双啊。啊，钱没用啊，有爱情啊。叫谁啊？要我干什么？啊。有想来云哥家吃田螺的吗？啊，在云哥家里吃土鸡、土鸭、土鹅，什么都有。嗯，铁锅煮饭，铁锅烧菜，对，柴火饭。你看云哥家这个腊肉，你看这么大一块，你看这个桃花吃的啊，哎呀，这么大的回鱼吃下去，你看这么大回鱼吃下去，这么一块大肥肉啊，这个是饭桶。老板，这都是吃大蒜的呢，再生一个，吃大。反正都没鸟去了，只做没鸟去过了。肚子能吃大，没关系过来。这样吃会胖的，肚子会大的。你看允哥怎么吃都不胖啊，家们，允哥胖了吗？允哥一天啊吃那么多饭胖了吗？吃这么拿这么大的碗吃一大碗胖了吗？哦，吃不胖的，家们。家人们，这样的肥肉你们敢吃？这腊肉混肥肉。啊，我们吃不胖的，都吃不胖的。家人们，肥肉好吃。云哥，对对，肥也不腻。看叫什么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农村全人晚上好，好晚上好。吃了不活动会胖。吃了之后，然后。你看允哥，你看每天吃那么多，胖了吗？家人们，胖了吗？啊，允哥这个啊，允哥1.78米啊，啊1.78米，142斤啊，142斤，允哥胖了吗？啊，哪里都不胖啊。但是吃多一点，要运动啊，要运动，啊，要运动。那要站起来吃是不是？要运动啊，站起来吃，不要，我都随便坐着吃的。哦，标准身材啊。哦，允哥身材确实可以。那时候我好像，前几年我去那个浙江去湖州那边啊，太湖那边啊，我在那里喝茶啊，在喝茶啊，那个太湖电视台他要采访我，真的，他直接走过来走。是潮流前线啊。他直接走过来采访我啊，他看到我颜值身材这么好，他要来采访我，叫我去，去拍那个视频，啊，去。做了个形象大使啊，真的，真心话，在太湖那边，啊，在浙江湖州啊，湖州太湖边啊，在那个古镇嘛，有个古镇嘛啊，古镇里啊，刚好碰到那个太湖电视台采访，
那么多人他就看到我就来帮我拍视频，帮你介绍一个，可以的可以的，加入我们这个单身团队啊，加入我们单身团队，还多招几个女的单身的啊。对，我们都是吃播，我们是吃播，吃饭的，吃饭的，开吃饭吃啊，吃饭的直播啊。裙子太短了，穿短裤的，穿了短裤的，穿了短裤的，穿短裤的。哦，那肯定要穿短裤，不穿短裤怎么行呢？在里面就是那个短裤可以打底穿的，可以打长圈的。嗯，哦，我拍了个电影啊，拍了那个路边的野花，路边野花啊，那个电影啊，现在还没上映啊，现在做后期啊，在做后期啊，在剪辑，后期剪辑，哦，是那个哦，网络电影啊，网络电影。哪个电影公司拍的？北京那个电影公司叫什么电影公司啊？北京电影公司。嗯，北京电影公司，我那个女主角都拍了抖音的，下面可以到云个主页啊。第一个视频啊，就是跟那个啊女主角啊，路边野花的女主角、啊、拍的视频。跟衣服一样，跟衣服一样。第二个就是跟杨姐拍的啊。可以打长圈的短裤。什么时候开告诉你啊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火了，你发财了。就是我在那里，就是他看到我，他叫我去拍了一个啊，一个角色。我露脸。啊，家人们没点关注的们，把关注点点啊，把关注点点啊！啊，庆祝你们发财的时候，把赞走一走，把赞走一走啊！啊，云哥人好帅气，我眼睛把眼珠弄的。哦，他吃饭啊，慢一点，女人家嘛吃饭慢一点啊。哦，这个把这个。我吃的多，我吃的多，我吃了几碗饭了。吃了三碗了，三碗不过岗。啊、哦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应付过啊，晚上好。什么时候结婚啊？32号吧。没有。啊。彩礼只要彩礼50万。要50万彩礼，那我拿不出来啊。啊，云哥现在压分都毛啊。我跟云哥是搭档，我们一起在抖音创业的。再刷点多，再刷点衣服过来，还早嘞。哎呀，对好，还到少东街了。哦。还有西药的嘞。啊。你哪走啊？刚才每天开始播了，那个刷了。哦，是我的搭档啊，家人们都看到我们这次表演的搭档啊。慢走啊！你不给说啊！刚才我给他衣服走的，我走的。我和云哥是搭档，我们是一起在抖音创业的。哎，美女吃饭要慢点，要快点，别人看到你吃2个小时了，太慢了。我吃的多，又吃的慢。韩允，你们那个塘里有田螺。哎，婶婶，那个他说问你哪个田里有田螺。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大塘啊。嗯，来来来。你说告诉那个家人们那个塘里面电螺，我跟你说啊，2个水一远就是一大盆，好多嘞，我今天摸了一筛嘞，真的。
听到没有？你看那个婶婶都说今天在那里摸田螺，摸了一大筛，一摸就是一捧，一摸就是一捧。那个放糖那个人呀，他说不要摸，我说他今天给了我们免子的，今天给了免子，我们还有缘分，他给了我，他举我摸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天子湖，天子长，天子长，天子长，那旁边那个大堂。